者吴婉婷台北报道，27岁王大陆去年被曝与南韩女星姜汉娜恋爱 ING， 两人多次被捕捉同框出游，但对于恋情始终未松口认爱。姜汉娜昨经好姐妹国际单位之邀，响应渐冻人冰桶挑战活动，她在 IG 上传明冷水影片，并毫不避嫌点名王大陆接报，被当地媒体视为隔空示爱。而王大陆今也在 IG 回应点名，贴出挑战林冰水影片，还特别标注出姜汉娜的账号，让网友纷纷讨论，难道是认爱的节奏？王大陆去年与姜汉娜因合拍《鬼吹灯之木叶鬼事》擦出爱火，两人陆续被募集甜蜜同游大阪环球影城。姜汉娜今年还来台出席王大陆庆生趴，暧昧感情不胫而走。王大陆又和姜汉娜反射自爱记姜汉娜图，挑战冰桶活动点名王大陆，翻摄自 IG 王大陆在 IG 上回应冰桶挑战点名，翻摄自 IG。